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希望你们在家里好好照顾自己啊，然后呢要多吃有营养的食物，晒晒太阳，做一点运动啊。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这美好的机会可以学习你的话语，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我们奉耶稣的名把以下的时间都交托在你手里。哈利路亚，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就是韩国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热心侍奉呢，是全球都承认的。为什么呢？因为韩国人爱主的这个事工呢太伟大了。好像是12年前吧，有一个牧师告诉我说，他说李牧师啊，当然是在讲印尼话了哦。他说有这个韩国的教会说，如果我买地，他会跟我们盖教堂。哇，我说有这么好的事情？有。那我说地多少钱？他说这个数目是好吧。那3个月后呢，我们就买了一块地，然后真的那个韩国的牧师呢就盖起来了。我说他，哎呀，主啊太厉害了，如果再有这样子的，我也很希望哦，看到更多的这个教会建造起来。所以我非常的喜乐，看到那个教会呢，我就说主啊，真的感谢主，我们买了这个地，然后有这个韩国的教会来帮我们盖。那今天呢，我们看看圣经告诉我们，在也是在彼得前书3章，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你们就是唯一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威胁你们，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尊主基督为圣，这个就是神告诉我们说，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火热的心来侍奉他。我们要用我们的资源、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技术、我们的技巧来荣耀他的名。所以呢，今天我想告诉你，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生活的样式是不同的。我们会过何种的人生呢？可以过明确的人生。信主之后，我们就过明确的人生，因为我们看得很明确，所以不会摇摆不定，而是专注向人生中的目标前进。你说牧师，那你的目标是什么？我想告诉你，我已经快60岁了啊、哦，所以今天我想告诉大家说，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那过了几年了，希望呢，这个生意弄好了，我就可以慢慢退休，然后更多的时间传福音，栽培年轻人。成为领袖，那还有什么呢？成为小企业家。那这样子呢，我们就看到神的工作福性，年轻人能够自职啊，自立啊，不要伸手跟汉家讨钱，自己做一份工，可以传福音，荣耀神的名。所以呢，我相信啊，这是神对我们每个人所说的话。人生的目标是什么？还有要过怎么样的人生？当神让我们清楚地看见这个目标时，任何人都会因为这明确的目标而燃起火热的心，从此开始看见为了行善该奔跑的方向，这样就能得胜了。所以当你看到你的人生神给你安排，可能你是做一个工作的人员，你是一个在公司里面是组长、或者是经理，那你就看到你要用你经理的身份来祝福你周围的人，你要用你经理的身份来影响你的上司，知道呢你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火热的心在工作上，火热的心在侍奉上，火热的心在我们关怀我们的弟兄姊妹，我总觉得非常的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个教大家教会为年轻人祷告，希望他们不要染上这个吸毒的坏习惯，抽烟啊、跟那些不好的朋友、不良善的朋友在一起。我们奉耶稣的名为他们祈祷，火热的心为他们祈祷。我们行善不是说一定要用金钱，我们行善是用我们的行为来帮助他人。所以
我想告诉你，每个星期都为年轻人祷告，为未婚的这个姊妹祷告，然后为父亲祷告，为做工作的这个弟兄姊妹祷告，为在念书的学生的弟兄姊妹祷告，这是很重要的，活着的为他们祷告，求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人生的目标，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爱神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会充满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会改变我们肉体的性格。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拥有的就是这个，希望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我们的一切事工都要有明显的知道神要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去到万民去传福音，到万民去告诉他们耶稣的这个计划，然后呢爱我们的弟兄姊妹，有这种意向团结在一起，那我们就看到神的祝福。祷告呢，我们能借用祷告呢来点火，不是吗？我们用祷告点火，你牧师什么意思呢？祷告之后呢感动了那些人，你看 这一年来祷告了，神在我们中间做了很多事情，在我们教会祝福我们弟兄姊妹，从经济他的生意不大好的啊，然后变成好了，然后呢得到这个新冠病毒的疾病的这个弟兄姊妹在医院待了两个星期，现在痊愈了。我们在神的面前最重要的要敬畏神，并借着这种敬畏的心和神所赐下的热心来忠心义主，来爱他，来关怀他的事工，那我们就看到神的祝福与我们同在。好，我们今天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谢谢你今天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仰望你，让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当我们活着的有一颗活着的心来敬畏你的时候，来侍奉你的时候，主耶稣，你的圣灵会带领我们，你会赐给我们智慧聪明，让我们可以面对我们的苦难。谢谢你主耶稣，我们奉耶稣的名献上感恩，阿门。